妈的，微信的会，他妈打去会会会。哎，中央哥，咱华政政府是为虾米？是咱行，咱的是个好好嘛。但比如换衣不好了，是咪怪换个一套不要紧呢？都不好了，搁换，再换，对不对？你讲普通不好，不怪六十几年。普通的好啊，那不好那肯定不能。你做六十几年啊？六十几年，有无？普通的好啊，那个，对吧？咱是全世界，咱少数好的。你那是多多斯拉瓦的人，去做首相，那好些了。对哇，斯拉瓦会使讲阿拉，斯拉瓦手表红色、灰色、rainbow 无乱的，咱是把国家人混乱。对不对？啊，连个坐飞机个两间，个坐飞机，公平哦。马来西亚一路来是多元种族的食尸国，你同我讲咩？我觉得不公平，刚刚他们从来不敢这边，从以前，就算是伊斯兰党，他们都那时候看他们去槟城看，而且你想不可以放活粉丝吗？不可以，槟城有一个清真寺，然后拆掉。因为我是以前是在讲什么，知道什么东西到啊？你们的伊斯兰，但他们一直在打压，一直不可以讲。但是我真的没接触了，对不对？我提了你，因为我知道很多东西他们做的，等到提名之后我们也是两个，为什么呢？你太多太明。